大家来讨论一下有什么意见吧。我们这次的案子呢，是以屏东玩乐为主题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先去火车站取个景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去高雄啊，超多好玩的。就跟屏东没有关系了吗？其他还有什么提议吗？屏东青年圈如何？最近不是很流行野餐活动吗？那边全把外墙在新老街整个超亮眼的、啊，而且他们现在那么成功的带动很多青年活动、欸，感觉不错哦。那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吗？既然都去到新岛街那附近了，也去一下将军之屋吧。屏东市的眷村已经不多了，像它这样完整保存下来的，应该也没有几间了吧。提到南部就一定要去海边呐、啊，是不是？还有旧铁桥啊，我觉得那边还蛮适合文艺青年在那边走走，而且那边也很适合就是跟亲朋好友在那边游玩。这样看来，大家的想法都不错。总结就是，女主角回来之后去新岛街吃个饭，隔天去旧铁桥巧遇男主角，然后他们再一起去野餐，最后再一起去海边结束。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？等一下，你就从前面那个巷子走过来，这样 OK 吗？考虑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摄影人呢？怎么是你在顾摄影机？因为我从小愿望就是当摄影师啊，所以在这边顾机子哦。所以摄影人呢？他哦，刚刚。你刚去哪里啊？那你后面那个又是什么东西啊？等下成功啊！啊！等下要开拍了，准备一下。哎，导演嘞，这就是我要的元素。好客，得奖就靠这个。比较好的位置。好。哎，怎么找个位置找那么久啊？对嘛，天气这么冷，我的暖暖包嘞。灯光，你去里面看看。来来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来，挑一个来，耶，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哎 ，OK OK， 哎。我带灯，安妮，你收起 ，OK 好。来来，聚焦聚焦，哎，这边来，哎，挑一个来，耶，不错，哎，不错，耶，好，谢谢。找什么、啊？找到位置也会说一下的吗？不错嘛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不是说找到位置要联络一下吗？没有啦，就找到位置太开心，我忘记了啦。没办法啊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而且这里气氛这么好，很容易就被影响嘛。不错啦，导演不好说啊，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。Thank you.
桥就是取它让人心情烦闷的时候，给人家一种舒压的感觉。男主角也过来一下。导演，这边有戏吗？你等一下就在桥底下把风筝飞到桥上，这样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哎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这谁写的剧本？都几岁还放风筝？场记，闪，热。那我呢？你就从那个路中间，像失魂落魄一样漫无目的的走过来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就边走边发呆。你要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。把风筝飞上天啊！白痴啊，连放个风筝都不会。想学啊？制片去教他。你连放风筝都不会哦？好了，算了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们从小梦想是放风筝。看哦，这风筝最重要就是那个线，把它拉开啊。小时候我爸常带我来这，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。也是当时他教会我玩的。走，给我放吧。对啊。他。他。怎么了吗？哎，我还没开，如意过去我看看。你现在是怎样？一个风筝放13次，到底想怎样啊？你爸都没教过你哦。哎，现在到底是怎样？没有，他从来没有教过我放。跟你说，一开始回身要快。风筝飞上去，脱手后绳交向下拉，拿你吧。沙滩，比基尼，感谢场记，我想来海边玩很久了。没有啦，我只是想来海边走走而已啊。啊，别说这么多了，来海边没有下水，不要说你有来过。走。导演都还没收工，你们这样就开始玩了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没办法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所以。我们可以下水玩了吗？喂，你们全部给我回来！只有我一个人是要怎么拍啊？之前拍的也不完整。搞什么啊？第一名就10万块，10万块！导演，我们准备好了。